弥陀佛，诸位善信吉祥，极乐佛国中有无量诸佛菩萨，每一位佛都具有无量神力，平日里经常诵经礼佛，行善布施，吃素放生的佛弟子，皆可获诸佛菩萨的慈悲庇佑，世世代代健康长寿，平安富贵。而今天诸佛菩萨齐聚一起为世间众生送福，愿各位2020年平平安安，事事如意，健康快乐每一天，吉祥好运一整年。请收下诸佛菩萨送你的福。阿弥陀佛送你一个吉祥福，愿你和家人朋友事事顺心，远离灾厄，吉祥如意。观世音菩萨送你一个心愿福，广结善缘，心想事成，所求圆满。药师佛送你一个健康福，无病无痛，消灾延寿，身体安康。药师佛送你一个喜乐福，永无烦恼，笑口常开，好运自来。地藏王菩萨送你一个富贵福，消除业障，财福双收，富贵安康。阿弥陀佛，诸佛菩萨同时赐福于千万家，一人迎福，全家得喜，保佑父母健康长寿，子女聪慧有福。恭喜好命的善信今日有缘收下这封福报信，获得诸佛菩萨慈悲庇佑，消灾免难，家庭和睦，心想事成。感恩顶礼十方三世诸佛菩萨，今日能收到这封福报信的你已经被诸佛菩萨列入加持护佑名单，阖家欢乐，福财双收，子孙兴旺，吉祥富贵，好运一整年。百年太久，只争朝夕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努力奋斗，
进取并超越自己。今天就随小编一起看看，今天开始，菩萨保佑大红大紫、金玉满堂的生肖都有哪些吧。生肖属生肖鼠的朋友们，今天开始注定好运连连，鸿运当头的他们得菩萨和财神爷的保佑，事业一飞冲天，大红大紫，财运跟着大涨，金玉满堂，势必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局面。若是有创业想法的，可得把握机会了。生肖马今天开始，属马人虽然没有发财的渴望，但是在事业中却如鱼得水，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能力提升较快。除此之外，身边也会有贵人相助，逢凶化吉，只要可以谨慎的做事，那么注定赚得盆满钵满。生肖猪属猪的人，今天开始，因为有菩萨的庇佑，所以财运无比亨通，能够轻而易举赚大钱，富贵难挡。只要属猪人能脚踏实的，注定硕果累累，在事业之外还有望获得横财，好运连连。生肖蛇属蛇的人，从今天开始财运运势会有明显的提升，他们的事业运也将越来越强劲，还会在贵人的指点下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属蛇的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必定会有连绵不断的好运，还会有菩萨庇佑、财神送财，在今年一整年的时间里都会财源旺盛、富贵盈门。生肖龙生肖属龙的人，从今天开始财路大开，财源滚滚，他们在走向社会就特别认真努力的工作，靠着自己能力的不断提高而事业高涨，发展更加稳定，财运方面也是大放异彩，只要抓住机会。这辈子富贵不愁，事业有成，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名利双收，月的逍遥，不缺钱花，命格之中福星照耀，有飞黄腾达的巨大潜力。肖龙人具有大出息，一生享大福，发大财。
生肖羊今天开始好运多多，招财进宝，好运源源不断，财源进家门的生肖属羊的人很多都特别的心细，能够很快观察到身边人的想法和感受，不仅自己赚钱速度快，还能为老公招财进宝。在他们的注意下，老公事业直线上升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富贵难挡，贵人的相助，好运多多。到了今年下半年，他们的桃花也会开得非常旺，真的能够达到双喜临门的喜事。